剧包万人勾噏，结构正确论述，炼狱恐惧教室。分流今次呢个报告咧，我觉得系鸡肋啦，即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系咧，我都觉得即系要俾市民咧，要分清楚，我哋讲做到分流咧，就唔系讲要做到解决交通挤塞，后者咧系做唔到嘅。嗱，所以一个系市民嘅观感，同埋实际交通政策嘅问题啦。点解系市民嘅观感咧？嗱，市民都觉得好合理嘅，嗰条隧道又贵又少人用。咁點解唔分啲過去啫？咁我哋等入隧道出翻嚟嘅時候，咪短啲咯。係啊，呢個市民觀感真係咁嘅喎。咁但係實際我哋講交通政策，尤其是喺繁忙時間，我哋講你喺新界翻到港島翻工啦，你實際翻到工作地點嘅時間係咪會短咗咧？我覺得分流之後唔會短咗。咁出到嚟，我去到西營盤開始要塞翻入去，即係翻工嘅地方，上環、中環、灣仔、金鐘。都是要塞的嘛，那些路不會突然間多了出來的嘛。如果是用來補貼西隧，回到立法會你們會怎樣做呢？我可以想像到呢，任何加價的建議呢，還有我相信如果要做到分流呢，紅隧是要大幅加的。所以現在這麼多人用紅隧，即包括私家車、搵食車都好，他們的反彈會很大。他們任何搵食車不影響啦，是啦。所以任何加價的方案去到立法會呢，議員是很難支持的。我覺得即你說為選票又好，即還有一種情緒你都要顧及的，就是加了我價是不是解決到塞車先，我是不是真的快點回到工先，如果不是你是不是賠回給我先，還有你說如果是用公帑來補貼西隧呢，就更加我相信就沒有人支持了。因為講緊無底深潭，講緊就給他看著吃，正如嘉賓所說，講緊就是不知道他何時會加回價，就等於冇咗意思，你可能過一兩年就已經加翻價，咁所以我睇唔到呢個即係分流方案喺立法會會好容易即係凝聚到共識咯。咁點啊？我哋要等到2023年咁西隧嗰個係啦。咁所以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可唔可以做咗啲現成可行嘅嘢先？係咯。我唔明呢個政府係即係我哋現實嘅嗱，有啲嘢好長遠去做，你話搬商業核心區太長遠啦，係咪？起多條隧道。都唔係好，都十年可行。電子道路收費，電子道路收費，你講得啱嘅。所以有啲嘢現實已經即可以做到。好，第三次恐懼教室，當然啦，其實呢一啲政策嘅嘢咧，我就一路都好想喺《俾你漫步》講，不過咧就太撚多嘢要屌啦，咁啊，翻嚟即係我喺恐懼教室都要講下啦。好啦，首先第一樣嘢啦，就係咧民主黨，即係我一路都講，即係呢啲咧，其實唔好話民主黨俾香港啦。香港的政黨是不能搞政策的，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說過，就是因為即是屌你香港搞政策沒用的，第一沒人認識，第二樣嘢你又影響唔到個政府，第三樣嘢就係冇人會因為你搞政策搞得好投票俾你嘅，咁啊即係阿劉家雄啊最好嘅例子啦，我覺得個全香港講咁撚多個講政策，佢講得最撚好，咪得幾千票收場咯，咁所以最尾就係要搞，即係一你要有肥佬奶，或者有即係我哋講話咧係左膠支持，一係咧你就要做區佬，咁啊民主黨當然就係即係呢一個層次嘅政黨啦，咁啊從來我都覺得佢唔撚識搞政策嘅，咁不過近排咧我唔知佢做乜鳩。就係咁喺個 Facebook 度貼咧，佢哋每個禮拜又即係可能講拍幾條片，咁又講下交通政策，又講下房屋政策啊，又講下呢啲講下路啊，咁啊好似突然間個個變曬就好撚關心香港嘅政策嘅研究、政策發展，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哋係唔撚識啦，咁啊講撚錯曬啦。其實我之前已經屌過好多次啊，譬如胡志偉呢啲，屌自以為自己乜撚嘢交通政策發言人，屌根本就完全唔撚識嘅。咁啊最撚多就喺度講，哎呀其實咧嗰個紅隧咧嗰啲嘅即係車流啊。可以靠你整多幾個唔知乜嘢關係嗰啲道嗰啲即係走路就可以疏導一下嗰啲車流，唉，總之都唔知啱乜鳩嘢。即係你講政策，梗係比較宏觀啲啦。即係佢咪就係停留喺區路嗰啲啊，即係最好起多幾個巴士站啊，或者嗰啲十字路口啊，界細啲啊之類咁樣樣啦。好啊，不過唔講呢啲啊，就講翻呢一個嘅許智峯，咁啊佢就上撚咗去呢一個，即係當然啦，都啱嘅，因為佢係立法會議員啊嘛，咁啊梗係即係會請佢上去講下即係交通政策等等嘅嘢啦，咁啊然後佢就講乜撚嘢咧，咁佢就話：喂，其實咧，即係因為最近有一個隧道分流計劃，我俾你漫步都有講過啦，咁啊唔重複啦，咁我就係講下佢究竟有幾層。佢話：隧道分流第一樣嘢咧，就大家唔好諗住咧靠隧道分流咗去解決交通擠塞嘅問題。喂，呢句嘢我想話俾你聽，即係已經黐撚咗線啦。喂，如果隧道分流係解決
唔到交通擠塞嘅問題就唔好撚搞啦，唔使講語嘢噶啦，講完噶啦。喂，你明唔明乜撚嘢最基礎嘅邏輯啊？點解要隧道分流啊？咪就係、是、因為太撚塞咯，所以要分分。然後佢第一句就話：，唉，其實大家唔需要諗咁多嘢啦，隧道嘅分流係解決唔到擠塞嘅問題。喂，咁成個節目做得做完噶啦，我想講。喂，你知唔知你自己講乜撚嘢？喂，唔該你去評論任何嘢嘅時候，搞撚清楚講啲乜撚嘢先啦。咁當然，其實佢就唔係講話隧道分流解決唔到交通擠塞問題，佢話隧道分流咧就可解決唔到香港市民翻工嘅時候面對交通擠塞嘅問題，因為佢話喂，就算你啊依家將啲過喺隧道紅磡隧道嘅人啊分咗去呢一個嘅西隧啊，你翻工你要去旺角翻工，你要金鐘翻工、中環翻工一樣咁塞啫嘛，咁你一樣咁塞，咁咪一樣係解決唔到你翻工要花好多時間或者塞車問題。呢、這個講法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係乜嘢？喂，大佬啊，唔係人人都係金鐘灣仔啊、旺角翻工啊嘛，總有啲人係喺啲冇咁塞嘅地方翻工啊嘛。你分流咗個隧道冇咁塞，嗰啲人咪會慳翻時間咯。咁係咪應淨係為咗呢一班嘅市民，我哋都應該值得去做呢個隧道分流？唔撚明嘅佢，即係原來哦，全香港淨係啲人係喺幾個最撚塞嘅地方翻工嘅咩？喂，第二樣嘢，就算啊，我係講話佢唔能夠完全解決到繁忙上班時間嘅塞車問題。喂，唔係隧道永遠都塞住十成噶嘛，有時可能係塞九成，有時咧塞八成，即係總之都慢啦，但又未去到最慢啦。如果你做咗分流，呢啲我哋唔係話淨係交通政策就睇翻工放工嗰兩個鐘噶，我哋係睇曬所有時間。如果其他時間你做咗隧道分流之後，係可以令到嗰個塞車係冇咁嚴重嘅。可以令到啲人係可以節省到某一啲時間嘅，喂，咁就已經係幫到個交通擠塞問題啦。即係許智峯呢啲就係最撚戇鳩，就係即係好多當然啦，泛民講政策都係咁啊，就係用 common sense 去諗。喂，我翻工我最唔係我交通問題，我梗係最關心翻工放工啦。係啊，我翻工放工成日都塞㗎啦，就算係隧道啊行快咗，咁我去到嗰啲地方都要塞㗎，塞到我塞到我翻工落放工先得㗎。喂，但係個問題就係唔係人人都喺嗰啲地方翻工，唔係人人都。是繁忙時間才感受到交通擠塞，平時都是感受到交通擠塞的嘛。喂，現在最大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就很多人就是貪便宜去了紅隧。喂，點解？喂，你諗下西隧依家五六十蚊，即係來回成百幾蚊，我梗係行呢一個紅隧啦。咁你如果將呢一個分流計劃行得到，令到啲人唔係因為貪紅隧平而去咗，唔係貪紅隧平而原本佢行西隧都得嘅，佢就夾硬去咗紅隧，咁都係幫香港整體嘅利益着想噶嘛。即係我唔撚明點解，即係呢啲咁撚樣咁無知、咁撚廢柴嘅垃圾，係可以上去 Now TV 去學人講交通政策，然後仲要民主黨以為自己好撚叻，就貼撚咗呢條片去上去呢一個嘅自己嘅 Facebook page， 就話俾你聽，喂，我哋而家就喺度討論緊政策問題啦，我哋呢啲嘅議員全部都係政策專家，收撚檔啦，你呢一個許智峯，但係仲未撚完喎，仲有兩個問題喎。好啦，跟住佢講乜撚嘢咧？佢話：喂，其實咧即係而家要搞分流咧，就一定要係紅隧咧就大幅加價先得啊！咁其實如果要隧道分流，得兩可能咧，一個就加價，另一個減價。邊度加價？紅隧加價，邊度減價？咪西隧咯。好啦，咁跟住啲人問佢：咁點解唔可以西隧？佢話：其實咧西隧咧就如果我津貼佢哋咧，佢就無底深潭。我心諗點會無底深潭啫？喂，西隧就每一日有幾多少車就計得到噶嘛？你減幾多今日計到條數出嚟？佢話唔係啊，因為西隧而家個專營權唔喺我哋度，喺呢一個嘅榮智建間公司度。好啦，咁去到2023年，我哋個專營權先結束噶嘛。咁如果我今年我哋話津貼咗呢一啲車係可以搭去西隧嘅時候又平啲，下年佢加翻點算啊？喂，你用唔用撚腦噶？個問題乜嘢啊？喂，你如果係要津貼西隧嘅票價，你梗係會同間隧道公司傾。喂，如果隧道公司不會跟你傾到佢封頂，即係譬如我哋講今年、下年、後年，咪即係可能甚至乎你可以傾到最尾，每一年嗰個加幅都係要限制呢個嘅水平以下嘅，你點會咁戇鳩俾錢佢？我梗係戇鳩啦！喂，我話我依家津貼咧，每一架私家車去西隧咧，我哋都會有30蚊津貼嘅。咁我係呢一個嘅西隧管理公司，我梗係即刻加翻30蚊啦，因為你有30蚊啊嘛。喂，但係個問題係你會同佢傾噶嘛？咁又唔係㗎。佢無限加噶，喂，我又要咁講喎。而家嘅西隧嘅隧道費，其實係遠遠低過佢哋可以加嘅幅度。即係個意思係點解？如果講得比較複雜啲咧，就係其實呢一個嘅需求彈性係大過零嘅。
咁如果大個令咧，其實你係會發覺佢都係會有一個封頂，即係佢唔可以無限加價，因為加到某個位佢就即係啲人就唔會用西水嘅。好啦，另外一個角度去講乜嘢咧？喂，其實咧依家你都識講啦，佢嗰個專營權都就嚟完啦。喂，如果可以揾到一個嘅水平，係政府津貼之餘，佢又會可以願意嗰個票價固定喺某一個位置嘅。咁而呢一個票價最尾係會令到啲人由崇穗去咗西穗，咁咪得咯。咁誒，咁你都要邊有可能計到條數出嚟？計都未計。而家許智峯已經話冇可能㗎啦。即係其實講呢句説話嘅人係唔單止許智峯，仲有毛孟靜，仲有郭榮鏗，佢哋全部都講：，係啊，與其津貼呢一個西穗啊，不如我哋就回購西穗啦。回購西穗咪仲有效率。嗱，呢啲咧就恭喜你，卒之去到香港人嘅智慧啦。但香港人的智慧都冇卵用，因為呢啲都係講錯嘅。舉個例啊，其實如果我即係知道將來層樓即係大概就係咁嘅錢噶啦，咁我計到我租樓結果嘅慳翻嘅錢，同埋我買樓嘅錢一樣嘅時候，其實中途買冇乜分別。喂，其實我哋會唔會溝隧道，同埋津唔津即係我係講話究竟係回購隧道啊，定係津貼嗰啲嘅乘客咧，係租同買嘅分別嚟嘅啫。如果你可以計到一個位就係、是、哦，原來租平過買嘅。咁你咪租有乜分別啫？啲人成日都以為就話喂政府回購隧道咁咪可以自由調節嗰個價錢，咁我哋咪唔會蝕底咯。而家我哋如果津貼個隧道公司，咪益咗呢一個隧道公司，等佢賺咗錢咯。搞撚錯曬概念。喂，如果西隧係由政府買翻啦，佢自己管理啦，你當免費或者你收一個好平嘅價錢，其實你都係付緊個代價噶，因為原本你係可以收到西隧隧道管理公司嗰個水平嘅票價噶嘛。如果你唔收，其實你都係賺少咗嗰一橛嘅錢嘅，咁所以個重點從來都唔係我哋要買翻個隧道，定係要用即係一定要買翻個隧道，因為咧唔好益隧道公司，而係我哋唔能夠用津貼。個重點從來都係究竟政府使幾多錢先？喂，如果調翻轉我哋隧道公司知你想收購我條隧道去即係搞翻平西隧，我仲坐地起㗎？咪就係咯。喂，你要諗翻清楚先得㗎嘛，價錢係可動㗎嘛，唔係你覺得嗰個價就嗰個價，你覺得呢個價就人哋一定要受嘅，所以一定係。從來都是看回購隧道的成本是多少，我津貼市民而能夠跟隧道公司達成共識，令到個票價封頂那個的情那個的代價是多少，計算完哪一個平一點的你就用哪一個咯。又或者其實通常呢，即如果我們說用這個 Nash Equilibrium， 即我們說大家互相拗完之後，通常兩個方案都是一樣的，因為我是隧道公司，我當然想收你最貴的那個回購錢的啦，而我是政府，我當然想最便宜的方式去津貼到這個市民，而你的票價是封頂的，兩個距離最尾都是差不多。所以究竟回購隧道還是要津貼這些的即是市民是對於政府是比較省錢一點呢？其實是沒有分別，但你立法院議員不是就傻勾勾，不是就好像毛孟靜啊，好像郭榮鏗啊，好像許智峯這些，不是就說哎呀最重要都是即是傻居的，你津貼這些隧道公司你會等他加價，喂那你當然要跟他談不准加價我才會津貼啦，白勾痴。好啦，然後說哎回購才是唯一的方法，那就是你們傻勾咯，不是人家傻勾咯。好啦，但都還未完，屌你老尾呢一個嘅許智峯最尾佢講咩啊？嗱，頭先佢講咩啊？佢話咧，我哋站在議員嘅立場咧，其實咧，如果要任何嘢大幅加價咧，喺民意上邊咧，其實都好難通過嘅。嗱，呢個就當然係一個民粹嘅講法啦。喂，我如果呢一樣嘢係為市民好嘅，加價又如何？喂，如果係幫到香港市民，點解唔可以加價？好啦。但退一步，咁我哋撈政黨啊，泛民冇辦法啦，都可以，係啊，咁都可以理解嘅。但係跟住阿彭程問佢咩？佢話：咁可以做啲乜嘢啊？即係而家有啲咩可以即刻做？佢話：其實政府有好多嘢可以做嘅。跟住彭程講：係啊，電子道路收費，電子道路收費。跟住阿許智峯話：係啊，其實電子道路翻嚟，你講得啱啦。喂，你咪傻撚咗啊！電子道路收費係乜嘢啊？咪又收錢，咪又收錢，咪又加價。係啊。喂，屌！如果你講隧道即係加價咧，你就話唔撚得㗎，我哋民主黨冇得可以支持㗎，因為咧呢啲係加價，而家市民係唔撚接受啊。電子道路收費原本冇嘅，而家又係咪加價？呢啲就啱咪應該做啊！屌你民主黨，你啲咁嘅政策諮詢咪就係零咯，唔好話零啊，係負數啊！咁嘅立法會議員原來係代表緊我哋喎。咁嘅立法會議員原來係做緊，即係我哋講所謂交通政策嘅專家。咁你話我哋香港嘅政府、香港嘅政策邊有前途啊？咁當然啦，其實要解決呢個問題都唔係冇啊。不過我就留翻俾你漫步先講。咁因為咧實在太撚多嘢可以屌啦。好啦，第二樣我想講嘅咩咧，就呢個抗俊宇之最後抽水啊，係咪有圖啊？睇睇幅圖先。
咁啊，話説啦，呢、這個鄺俊宇啦，就我哋講話之前，我哋喺《啤梨晚報》都有講過啦。咁啊，好多人都係只係集中屌鳩何來。咁啊，因為就係何來就死不道歉啊，乜啦。咁跟住鄺俊宇咧就去同啊呢一個嘅老闆打卡，佢話：，唉，我真係覺得佢好慘啊，大家真要多多支持佢啊。跟住就俾人哋發現，其實都唔係俾人發現，係俾老細個仔貼咗幅相出嚟。喂，屌你！你當初係有份投訴我哋啊，你老尾。有份叫老闆啊，已經叫有品啊，唔撚掃地趕走你。跟住啲人都突然間就好似如夢初醒，同我一樣啦。我嗰陣時仲諗住拉鄺俊宇，係啊，都算係你最關心嗰個議員啦。屌你老尾！原來就你有份搞鳩個老闆嘅。好啦，跟住咧呢一、這個鄺俊宇之衰啦，就出第三篇文，即係其實第一篇就投訴啦，第二篇就同老細扮 friend 啦，第三就俾人屌啦，屌完之後點啊？佢就話咩咧？佢哎呀，其實我都係覺得呢件事咧真係好唔理想啊，所以咧我上個禮拜又去多次搞探個老闆啦。咁然後咧個老闆咧仲咧係不單止咧係喺我道歉嘅時候咧，佢冇話好嬲，仲咧調翻轉嚟係安慰我啊。咁而且咧佢咧罰咗我做一陣咧係即係做啲外賣仔，即係包裝下啲外賣咧。他就哎呀，我依家咧就罰咗你啦！我咧其實咧諗住咧之後嘅事咧係會咧加倍審慎乜乜柒柒。好啦，呢度講兩樣嘢。喂，第一呢啲咪就係典型政棍咯。典型政棍係乜撚嘢啊？喂，我之前已經講過，我已經一早預計咗呢件事發生。就係當俾人哋搞嘅時候，即係呢一個嘅鄺俊宇，佢係會點啊？佢梗係要去多次啦。而去多次就逼個老細道歉咯。你唔係個老細唔係好開心咩？乜乜柒柒，我都再講多一次。喂，個老闆啱啱先俾人搞鳩完。喂，搞鳩完之後，佢依家係諗住都即係屌我談生意都蝕咗幾十萬啦。喂，然後有個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嚟我哋個鋪頭，喂，如果我掃佢出去醜，佢又搞我點算啊？喂，你面對啲有權有勢嘅人，你作為一個平民，即係我都唔怪得佢，唔通我同佢講勇武抗爭咩？間鋪頭唔係我噶嘛，我梗唔可以同佢講啦。喂，佢蝕咗幾十萬啊嘛，咁佢咪唯有要向呢啲咁嘅白鴿爛鴿低頭咯。喂，然後最討厭一樣，我都話呢一篇文或者呢個鄺俊宇最撚卑鄙嘅地方就係成日有意無意之間就帶一個好強烈嘅信息，就是、我已經被人原諒，你咪撚屌鳩我。你見唔見到佢講？係啊，佢話反過嚟由佢安慰我啊。其實佢係咪贊？老闆梗唔撚係啦，佢就話俾你聽，你屌我做咩啫？個老闆都係啦，個老闆都安慰我啊，你有乜資格屌我啊？跟住仲要講咩啊？佢話你睇，我又做咗一陣店員，呢啲就自我包裝。然後咧，哎呀，罰咗你啦！喂，成段嘢做乜撚嘢？成段嘢就解釋俾人哋聽，係啊，我報警係吹啊。但係而家個老闆已經原諒咗我，你全部同我收爹。喂，呢啲乜撚嘢政棍嚟㗎？喂，如果你真係覺得，你是要認錯，你是向公眾道歉，你只是講後面那行就可以了、其實咪就是講啊，係啊，我真的做錯嘢啊，乜乜柒柒啊，我咧係以後會小心的啦，希望大家咧就鞭策我啦咁樣。你不需要寫第一行啊，第一段係我嚟做咩？第一段先係你真心想講的嘢，就係、是、啊，我係俾人屌啊，吹啊！我依家就係已經逼咗個老闆同我道歉。喂，有冇咁撚賤格嘅人？同我再講咯，你就算啊個老闆啊原諒咗你100萬次都冇撚用啦、啊。因為最新嘅報道已經講個老闆已經搞到心灰意冷，佢話做到出年租約，希望唔撚使蝕錢收場就執撚咗間鋪。喂，你開心咧，鄺俊宇？喂，你以為你自己咁樣樣就叫 close file 啊？喂，你搞到人哋間鋪都已經要執笠啦。喂，如果你係民主黨，即係稍為有人性嘅，你應該做咩？第一，接埋潛水，即唔好再搞鳩嘅人哋老闆啦、啊！人哋老闆已經心情好撚差啦，你仲協助立法會嘅議員過去，然後逼人哋道歉。好啦，如果你真心想幫佢嘅，你咪以後民主黨啲乜撚嘢黨慶啊，咪喺呢間咩文化小炒搞，啊、你咪直接幫襯人咯。你過嚟搞人哋做乜鳩？人哋都講好撚忙啊，依家、啊。喂，而家我就要賺翻俾你抗進要搞鳩完嗰啲生意嘅蝕本啊嘛。你仲要過去又去打卡，又喺度嘈冤巴閉，又喺度道歉乜乜柒柒。喂，我依家唔怕撚咗你。唉、哎，得啦，你中意點就點。我係個老闆，我實諗我。喂，屌，我依家又驚你搞鳩我。你民主黨咁撚多人，你一人搞即係揾啲人搞鳩我，我可能分分鐘又。要接埋兩個禮拜，咁我真係玩撚完，我人生可能破產啦。喂，然後我咁撚多人做緊生意嘅時候，你又喺度嘈冤巴閉，咁我唯有係好啦好啦好啦，原諒你啦。屌你老尾，最尾就逼到個佢個仔，即係原本喺嗰個 page 度屌鳩咗鄺俊宇，都要講，唉好啦，原諒咗冇事啊。你信唔信係佢個仔真心話？屌咪又係佢老豆同佢講，唉唔好搞咁撚多嘢啦。唉你仲叫啲民主黨搞鳩我咩？喂，翻嚟。
即係我咪所以講咯，即係呢啲咁撚樣嘅政棍，最撚討厭嘅地方唔係你做錯嘢，而且做錯嘢之後，仲要用公權力去逼人哋同你道歉，然後將成件事包裝到一件公關嘅廣告咁樣樣。係啊，我鄺俊宇啦，已經受到人哋聯諒啦，我啊仲幫埋佢包嘢啊、外賣仔啊，但佢永遠唔提一樣嘢，間嘢都執笠。喂，係你搞到人哋執笠㗎。咁然後呢件事邊個承擔責任啊？梗係唔會係你抗盡與立撚殺啦。同埋最撚悲哀係乜撚嘢？知唔知？最撚悲哀就係依家有好撚多人，包括一啲本土派嘅人就話：，唉、哎，咁佢點都好過何來，起碼佢有道歉啊！屌你老尾，咪又係翻我哋講合撚論咯。哎呀，民主黨點都好過呢一個民建聯，所以我哋都要投佢票。我抗盡與誒與點都好過何來，咁所以我哋都應該原諒佢啦。佢都道咗歉啊，係咪咁咧？我哋香港人咪要折墮到咁樣樣咧？永遠都係呢個最撚垃圾嘅顛簸，或者最撚垃圾嘅政黨，然後所有人俾佢做好少少，我哋就可以接受佢啦。唉、哎，係啊，好啊，我支持你咁樣樣。我心裏咪黐撚咗線啊！你班友，喂，認清楚先啦。我哋唔係話因為佢俾一嚿垃圾好，我哋就會覺得佢好噶、嗯。我哋做人係一個最基础标准，而呢个抗俊宇就系唔捻符合呢个最做人最基础嘅标准，就系、是、去搞鸠人，就系、是、最初明明系佢做一个加害者，而家佢调翻转摆一个受害者，然后仲要去打卡压例，喂呢啲系我哋不能接受，唔系因为佢做得好过何来，我哋就可以原谅佢，或者我哋就可以含捻投票俾佢嘅，即系呢一个我希望所有人都知嘅教训咯。嗯，好啦，咁啊最后咧，因为超晒时，我都要讲啦，仲有一单，咁啊讲埋呢一个，即系民主党三烂。全撚部都是立撚殺，咁啊呢一個咧就係講阿林卓廷啦。咁啊林卓廷咧就我哋講話咧就早排就喺佢個 Facebook 度，即係如果開出圖啊，咁啊就出咗一個成功爭取啦，就話呢一個係邊個？宋仁科答應搬遷龍峰花園，就係、是、呢個上水嘅龍峰花園。咁佢就話：喂，其實呢個電話亭啊，阻鳩住嗰啲街坊好撚耐㗎啦。起初啊，我同佢講話要搬走電話亭啊，佢哋仲唔聽？依、嗯、家就我哋揾埋嗰個地政主任去同佢投訴，卒之答應搬遷。我哋民主黨成功爭取搬走電話亭，令到條道路更加闊。跟住啲人其實都唔需要佢入面啲留言，喂，睇下真真正正令到條路咁撚窄，唔能夠行過嘅原因係咩啊？一咪就有好撚多人堆撚曬喺紙箱喺度咯，堆撚曬喺發布膠箱喺度。二就係啲鋪頭擺啲嘢擺曬出嚟，跟住搞到條路好撚咗，關部電話亭乜撚嘢事啊？好啦，就算搬撚咗個電話亭，誒嗰啲膠箱好簡單啫嘛，我話嗰啲膠箱咪繼續搬埋入去咯。你個條路唔會闊撚咗噶，喂。呢啲咪就係我哋講話民主黨民建聯化咯，成日搞咩？我鋸撚咗啲樹啊，鋸撚咗啲木棉樹，我又成功爭取啊！我啊斬撚趕撚走啲露宿者啊，我又成功爭取啊！喂，你而家民建聯同民主黨有乜撚嘢分別啫？就係整色整水，自以為成功爭取，但係做啲嘢根本就冇幫到香港市民嘅。喂，跟住入邊嗰啲人全部都屌鳩佢嘅時候，喂，佢仲要死撐爛撐喎。佢講咩？佢話：喂，其實咧，因為嗰條路咧有一半係公家地，有一半係私家地，咁嗰啲鋪頭擺嗰啲嘢咧就係喺私家地地方，我哋就暫時唔處理佢住，我就先處理咗公家地個電話亭先。好啦，既然出邊嗰一忽叫公家地，嗯，咁你唔撚搞埋啲膠箱嘅，膠箱邊個擺啊？唔通啲膠箱天跌落嚟㗎？喂，你老尾啲膠箱你就唔撚處理，即係啲人都講啦，有好多其實都係同水貨有關，即係都未必完全係嘅，但係肯定有同水貨有關。嗯、你就唔撚去搞啲水貨客，你就去搞個電話亭。雖然咧有啲人就講得離譜啲，佢就話喂，第時啲公公婆婆啊冇電話啊，係咪唔用得電話亭啊？咁啊，依家好少公公婆婆冇電話嘅。有啲人話如果我俾人哋打劫啊或者咩啊，咁我都有個地方求救。咁啊，我覺得我又未去過現場啦，未必一定有電話亭。喂，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啲電話亭都唔係完全冇用嘅。嗯、即係啲人話：，個個都有手提，唔係喎，有時你唔見到個電話，可能真係有個電話亭會好啲喎。又或者啲電話亭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嗰啲 WiFi 嘅發射點嚟嘅喎。咁、嗯、都即係當然啦，可能就係電信營科啲人有得用，但係都係即係你有佢作用啦，唔係完全冇用啦。你林卓廷就去搞鳩人哋嗰個嘅電話亭，就唔撚去面對實在在嘅問題，就係嗰啲鋪頭，我理得你公家路定私家路，就係、是、有啲鋪頭非法擺賣。即係將啲嘢搬曬出嚟，然後就係有一啲水貨客或者其他嗰啲上落貨嗰啲人，就係將啲膠箱擺曬度，喂欺善怕惡，將一啲無無謂謂嘅嘢當做自己嘅公職，
將所有焦點係由一啲好濕聲根本就完全改善唔到問題嘅方式就當做成功爭取，喂呢啲咪民建聯成日做嘅嘢咯。好翻翻嚟，我都我以過往我成日都講啊，即係咧即係喺好實即係呢一個2010年之前，我唉民主黨其實要成功咧，好難避免即係地區工作即係要參考啊民建聯，因為民建聯就係咁樣樣可以贏到好多地區票。喂，我冇叫你學到咁撚樣，連嗰啲垃撚圾嘅嘢、卑鄙無恥嘅賤格嘅嘢，你哋鄺俊宇、許智峯、林卓廷都學撚足曬，唔識政策扮識政策，明明搞鳩人就扮受害者，喂搞啲咁嘅垃撚圾嘅，即係喐走嘅電話亭，面對實實在在問題又扮成功爭取，喂呢啲乜撚嘢人啊？我揞撚住個名啊，我以為係郭佩凡、麥美娟同埋呢一個嘅蔣麗雲啊，你老尾，喂你民主黨搞到咁撚樣低下，咁撚廢柴啊，都可以做到立法會議員。喂，咁我選你同選民建聯有咩分別啫？喂，然後你同我講話選呢啲人就叫做，唉，點都好過民建聯，即係千祈唔好招土啊！招土咪招土啊！喂，你睇下頭先呢三個例子，冇一個啊，係我唔撚搞到佢落選之後，我係會良心唔過唔去嘅。喂，呢三個人落選都係對香港嘅一個好事嚟噶，垃圾民主黨仲有人支持，就唔該你不如投埋民建聯啦。喂，兩者真係冇撚分別嘅。好，今日恐懼教授嚟到呢度。